他的心目中根本就没有管你2024年我下任就好了，你们台湾会实现那是你的事吗？啊，管你以后2024是谁执政，真正的民进党没有把台湾当作是什么，所以我说我对台湾的政治是看得很悲观的，失望透顶，而且感到很无奈。